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要不要一起唱？加入，加入！不要，太尬了，太尬了，太尬了吗？真的。阿弥陀佛，跟大家报告哈，我唱阿弥陀佛唱了19年了，健保卡没用过，你可以跟我一样发愿求往生。求往生的意思是我想要我要希望死掉吗？像我每天求早日往生，早日像我现在又讲早日往生，阿弥陀佛他有大神通都知道，但是也没死啊，反正越来越健康，不用担心。有些人错误的观念说啊，我求往生以后不就要死掉了？没有，是你反而消灾延寿，平安吉祥，健康快乐。其中一个跟我点说，哎，你唱那个小蜜蜂版啊，就是我现在每天出来唱的啦。我发现这首人家最喜欢，嗡嗡嗡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原来是小蜜蜂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以为这是小美冰淇淋，不是，这个是小蜜蜂。哇，太好听了。阿弥陀佛，其实阿弥陀佛怎么唱都好听，好听又不会跳针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伯恩先生，你唱得很有天分哎，要不要一起去唱佛利益众生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们要怎么去？骑脚踏车。骑脚踏车，来，一起走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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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伯恩先生，请来站这边。OK， 好，车子放着，放下。OK， 好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今天谢谢你带我来唱这个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其实你也共善业，谢谢，就是也一起做功德，谢谢。祝福你跟你们全家大小，还有你们所有每一位员工，每个人都蒙佛力加持，消灾延寿，平安吉祥，健康快乐。好，其实这个是钱买不到的哦，平安吉祥，健康快乐，这真的是钱买不到的，是钱够用就好了。是，常常念阿弥陀佛，保平安，保健康。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谢谢，功德无量，谢，阿弥陀佛。就是刚刚我觉得唯一有体验到的就是他讲的求往生啊，我刚刚一路上我就是好希望死掉，我好想要往生哦。到底要怎么样在路上那样子唱，然后不在乎其他人看你的那个眼神。而且我刚刚有注意到一个小细节，就是他会走一走，然后停下来，突然对着一个摊贩唱，然后原本不知道他怎么选的，可是我猜那些是有在卖肉的，就是因为那边有更多的，我在猜啦，有更多的灵魂需要被照顾到，所以他就会在那边停下来，然后唱特别久，这样。我想要跟他一起出一首 Cypher， 然后他就当那个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让我尖奏。那么阿弥陀佛，你在这个世界上千万不要摸索，别再摸头，听他，别再多说，听着我姐姐的话。那么阿弥陀佛之类的。